tender and kind, built over time. This is my love for you. 转过来吗？对，你先跟他面对面。先转这样面对面吗？对，先拉这样子，拉远距离。然后待会 baby 会直接抱到这里，好。那爸爸要不要试看看？抱到那个。你就抱到枕头上。好。对。对，提抱，然后放在枕头上。好，那一只手扶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抱好之后，你手还是扶头。然后我们让他这只手屈着没关系，放在妈妈乳房下。好。Pull all the bags down. I'll cherish the one I found. If this is my love.Careful and wise, true and refined. This is my love for you. Gentle but. 然后刚刚他给我们送了一个油饭，说是试吃的。那我现在来吃吃看好了。睡得这么安稳啊？嗯，蛮好吃的。今天 Thursday 15号。我是 Monday 开的刀，所以是第三天了。我打点滴的时候，你看都还是肿的，我脚也超肿的，然后又胀奶。现在大部分时间就是把奶挤到这个试管里，奶量还很少，每天挤这个真的超辛苦的。在医院的一天呢，如果从早餐开始讲的话，8点开始吃早餐，然后大概9点10点开始挤奶，然后这时候宝宝也会推来，然后他也会要吃饭，然后大概10点左右会送点心，12点会送午餐，然后再开始挤奶。那宝宝现在大概3-4个小时吃一餐。学怎么照顾宝宝就花了超多超多时间，可能第一次怎么用试管喂的时候，我们就喂了超快1个小时吧。哎，没忘念念，又睡着了。有，你哎，你 suck? Yes, good. 然后学怎么拍嗝啊。怎么换尿布？换尿布滴上1次2滴95%酒精，洗完澡95%，其他的掉落才75%，所以95%。It's okay, it's okay, it's okay。都弄超久的，那他也真的超累的。现实刚好或更坏，只有你勇敢。剖腹产的伤口其实还蛮痛的，走路很慢很慢。在拔尿管之后，终于自己走路了，但就要拖着点滴跟止痛针，但有他再好很多。走去看女儿 ，Hi baby。Hi, Mira baby， 怎么这么可爱？今天好像长不一样哦。这个角度有双下巴 ，baby。所以如果要我擦澡啊、上厕所啊、要做什么，其实花蛮多时间的。然后这样一天时间其实很快就过了。今天又是一个暴风雨后的夜晚，平静的夜晚，终于把大多数的事情都做完了。现在7点半。虽然没有做完的一天，还有很多吧，你还要继续挤奶跟那个吧。对啊。嗨。然后Sean在一边吃麦当劳，一边看感人电影。对，看感人的电影。好啦。好了。很好。好啦。有风有那个有风沙。有风沙哦。
自从麻药就是点滴拔走了之后，晚上我就睡不好了，超难睡的，所以白天的时候也几乎都是昏昏沉沉的。大概就在医院的一天，我们打算住到礼拜六，所以大概住五天左右，然后就出院去月子中心了。嗯，那拜拜，拜拜。嗨，我们刚入院，然后听完胎心，现在我自由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来 run tour 一下好了。这个是进来的门，就是这边进来之后都是病房，然后它这边有个玄关可以坐人，但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除了老公陪之外，只能再进来一个人，而且只有十一点半到十二点，半小时而已。谁？他来了，厉害哦！我们刚点了一个外送，麦当劳。然后这边就是厕所，因为我是剖腹产，所以在剖腹前我要先洗澡一下，就是把握最后洗澡的时候。然后这边有个衣柜，可以挂衣服，挂了一点衣服上去。然后这边有个冰箱，它真的采光蛮好的。这边又有一个窗户，蛮酷的是它有这个萤幕。那这萤幕就是有床边服务平台啊，然后有广播可以看电视。然后如果叫护士的话，可以呼叫护理师更换点滴，蛮方便的。然后上给 Mira 带的 speaker， 然后还有一个电视。然后护士刚刚叫我们把看护垫啊、产乳垫啊这些东西都放出来了，就是可能他怕明天的时候来不及准备，所以他叫我们先放好。好，然后再来是这边是我的病床，那边是上睡觉的床，然后这一个小桌子，他沙发还蛮大的，那个电视这样子。等一下我们应该会请家人把我们 HDMI 的线拿下来，因为现在才五点，上出去帮我买吃的了。我刚刚在帮他弄一些东西，就是保养品区，先帮他摆好，不然我怕我明天开刀的时候就没有精力回答他说这些东西在哪里了。然后浴室牙膏牙刷也摆好，沐浴用品也把它摆好了。 Steady and pure, patient and sure, this is my love for you. So shout from the city gates.